让你天天欺负我，今天我也给你加点料。哦，哎呦我的妈！鸡腿别让媳妇看见了，先藏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吃。果然没看错，老公就等着自食其果吧。啊！竟然藏了这么多鸡腿，被我发现就是我的了。哎呦娘！别笑！娘！哎呦娘！别笑！娘！骨头还是留给他解解馋吧。媳妇儿吃饭。哎呀，这啥给你啊？哟，面条。媳妇儿，这还有烤串呢。啊，这么好老公，谢谢老公。你不喜欢吃老公，都给你吃吧。哎呀，我不有吗？这你别笑。哎呀，喝点汤。哇吼！刚才吓我一跳，还好我反应快。媳妇儿，快吃肠，一会儿凉了。好，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到我开始表演了。哎，怎么打？你是不是有套了？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口感醇香，豆香浓郁，真好喝。老公，豆浆粉太好喝了，再给我来一杯。这就对了，他的配料表也特别干净，老爷孩子放心喝，只需要用80度左右的开水冲泡就可以。你不是老公，我光喝豆浆粉。哎，我问你吧。你慢慢吃吧。啊，行，我上完行了。好的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我吃咱的鸡腿吧。哎呀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回我还留两个肠呢。给你这，你手上有八宝饭。哎呦！哎呀，儿子，这不是年年鱼，是天天有鱼了。哎、还是我吃点儿。哦。嗯，不是吗？不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那我一会儿就给你拿好吃的。好的。哇哦，还有好吃的呢。哎呀，老公，哎呀，那我你看这两口味的，哎呀，儿子，这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好的。看把你高兴的。哎呦，又这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是我的八宝饭好吃。试探一下老公，看一下他的反应。哎呀，快吃你的大柚子吧啊！还挺护食。一点也不让吃，看我的！哟呵，别闹，你闹玩去！这你别笑，你吃吧，我吃一溜子。允儿上钩了！这才给你，儿子，来，这把宝鱼我只能忍痛割爱了，要你们娘俩先吃饱饱。这个八宝饭不但寓意好，并且好看，确实好吃，软糯香甜的。儿子。嗯，那山楂糕的，有头有尾，顺风又顺水。这鱼头鱼尾的红色全部都是山楂糕做的，肚子里有赤小豆磨成的红豆沙，鱼鳞用的是葡萄干。嗯，妈，这个爸我刚才有事，你再多买点。好的，儿子，喜欢吃吗？你吃你的肉子吧，你来着。好的。白了，你俩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你赶紧吃你的柚子吧。可不能跳我了哈。哇、哎、呀，啥情况？我不敢用皮呀。一会儿。哎，这个还有肉吗？我还有肉吗？有。今天我得好好谋划一下，把鸡腿肉全都藏面里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嗯。这些鸡蛋就用来迷惑媳妇儿。想要套路我，那我就把鸡蛋换过来，看今天谁笑到最后。
长眼戏啊。小春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多鸡蛋的那份啊？对，都给你吃。好吧，我就吃鸡蛋做的那份。媳妇就是目光短浅，几个鸡蛋就上当了。这你别笑，拿来吧你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口感香醇，确实好喝。趁着现在有活动，很多家人都在囤货，配料表也干净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喝，既有豆浆的醇香，还有银耳的鸽子脆。哎，这豆浆没太好看，这里全都没有嘛。不错呀，是时候给他个惊喜了。豆娘啊，你还打麻将都快吃啊。哎呀，完了。今天给爸妈一个惊喜。哎呦我的妈。今天我才不会再上当。刚刚拿错盘子了。爸妈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饺子啊。爸妈，我今天吃完那些饺子，一会儿我们一块吃顿好吃的。好的，好吃的好吃的给你妈吃。哎呀，我吃饺子，等你面就几个土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儿子给你留个好吃的。你别笑，我这个儿拿来吧你。爸爸怎么能这样。那我吃啥儿子。妈，我先喝一点豆浆粉了。好吧。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很方便，用80度左右的开水冲开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，爸爸太过分了，今天好吃的都留给妈妈吧。这个豆浆粉真好喝，满满的豆香味，配料表也很干净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，老人孩子放心喝。嗯，我看你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喝啥第一名。你热水一冲就好，浓浓的。那就对了。哎呦，好喝就是好喝，是吧？好喝吧？嗯，你知道我好喝，给我评点啊。好喝，儿子。妈，你吃饱了吗？那就玩什么？妈，吃这个吧。好的。哎呦，你咋？什么？一会儿。